下面请欣赏自食其果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谢谢您吧。感谢各位热情的朋友。哎，大家到这儿来听相声啊，作为演员来讲呢，特别的激动。嗯，马上就跨入新的一年了。是啊，这个大家都带着表呢，我们得在2020年把这段说完了啊。大家到这儿来啊，怎么来的都有。对，坐地铁的，打车的，开车的，外地有坐飞机的，坐火箭的，是吧？还有坐火箭都有。但是您不管怎么来，一定要注意交通规则。是，不能跟他似的。我怎么了？他在马路上啊，骑车也好啊，走路也好，不遵守交通规则。我吗？哎，你平常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呀？我蹬自行车。蹬自行车。对，你说的慢也没有用，你不遵守交通规则。怎么不遵守了？骑车带人吗？要有漂亮的就带一带。闯红灯，嗯，抢道，越分道线，别公交车，别地铁，这他经常干的。我还别过地铁。别过一回吧？没有。是吧？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。是，你不遵守，你不当回事儿不行啊。啊，你比如说吧，他骑自行车最喜欢大撒把，您明白这意思吧？这是技术。哎，俩手不扶着把，嗯，拿这个屁股找平衡。对，不扶着。我练多少日子、啊、哎，走着走着呢，看见前面有个姑娘，她算过年了。嗯，在人脸前逞能，其实人家姑娘最讨厌这种行为，是吧？瞧那倒霉德性，臭流氓呀，得这么一外号。嗯，人家拐弯了，她撒着把往前骑。嗯，到前面她也想拐弯，拐不了了。嗯，撒着把呢，没扶着，愣拐呀、啊，拐过去之后了不得了。嗯，打你左手边啊，来了一辆摩托车。摩托，这摩托车啊，孔云龙驾驶的摩托车啊。好。冲着你就来了。对，咣，撞上了。撞哪儿了？看你条胳膊了吗？我这胳膊呢？嘎巴一下子折了，我这胳膊就掉了。哎，掉是没全掉啊。怎么样呢？多少啊，连着点筋儿。那咱怎么办？送医院呢？赶紧走。哎，给你送到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医院。还有这医院为你开的。嗯，到那儿先登记。我这样还登记？背上岸之后送到手术室。嗯，放在手术床上先来一针破伤风针。哎，大夫拿出一把电镀的小钢锯。好家伙了，照你这儿啊。哎哎哎哎，就连着一点筋儿了，就不至于这样拉了。不是，他这感染了得多拉点。哎呦，您这饶的太多了。锯下去之后给你换上一个塑料的胳膊、嗯、打这儿起你算是怎么样？好了好了。别看是假肢啊，嗯，跟真的一样，什么都能干，蹲下站起来都没问题。您说乱了吧？没乱呀、啊！啊，我胳膊蹲下站起来管什么呢？笑料吗？啊，递了东西，拿钢笔写字，嗯，都能写字，我还写字，就一样差点啊，举重不行，我还最爱举重，俩胳膊劲儿不一样，这不要命吗？啊，别举重了，不举重了，换上假胳膊，出了医院，骑自行车又奔马路了，我赶紧奔马路。这回啊，你倒是不撒把了，嗯，闯红灯。闯红灯也是我的。远远看见红灯，汽车呀、行人呢、流浪狗都站住了，连流浪狗都懂。你可不接、嗯、哎，小狗子不敢走吧，看我的，这叫逞能。哎，到路口坏了啊，打你左手边来一辆48轮大卡车。48轮的。嗯，拉轮的。拉轮的。对对，嗯，照你这儿咣撞上了。撞哪儿了？这条腿。这回撞腿了。自认为挺性感的一条大腿吧。嗨，我没这么以为。嘎巴一下子折了。我这腿就掉了。掉是没全掉啊，多少连着点筋儿，还连着点筋儿。哎，怎么办？上医院。送医院。嗯，把你送到不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医院啊，到那儿马上治疗。也甭登记了，来一回了。对，来不及了。对，赶紧吧。咔咔咔咔咔，是锯下去。哎，给你换上一塑料大腿。嗯，打这起你算好了。好了。哎，出了医院骑自行车又奔马路了。是，这回啊，刚奔马路。压到车来了，赶紧压吧。压到车来之后没压着。哦，好啊，躲开他进胡同了。哟哈，打胡同里走过不去。嗯，拦着一颗绳子立着一牌子，施工种地严禁通行。得，你得钻过去。我还得走。你得演出去。这赶紧砸我。打绳底钻过去，片腿上车，没骑几步就听脑袋上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咚，
掉下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，砸哪儿了？整砸你脑袋上，我这脑袋就掉了，连着点筋儿。哦，送医院。走啊，到医院之后放在手术床上。是是，拿那锯到这儿啊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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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给你换一塑料脑袋，打这起你算是好了，死了还不死。来，那个他们告诉我到点了啊，所以我们冲着跑上来啊，都看看表吧，咱们来倒计时了，到点了吗？好嘞，各位新年快乐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2020年过去了啊。这个迎来了新的一年，是这很开心的啊，高兴，特别高兴。嗯，今天这些人您大伙儿也瞧见了，这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、啊、是，尤其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吴云龙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，这儿，哎，站这儿来，快来，哎，让你们再认识认识这张脸啊。孔云龙啊，这个云字科13太保之一，嗯，今天是太保了啊，嗯，开心吗？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关键是跟师傅跟于大爷同台，确实是因为这个能力差。也没看出来你尊敬我们的。不的，这个他来的特别早，那这些年确实知名度不如那些人红啊。嗯，他在家里他媳妇说的：“孔云龙啊，有一天你要红了，你不能不要我。”孔云龙特别认真，你放心，我红不了。那是说相声里的怪才啊。嗯，这个记住这张脸啊，这是我们今年冉冉升起的一颗老星，这是啊，孔云龙，非常掌声鼓励。人就得这样努力，于老师啊，您别站那么老远，没事，马褂我给你了。哎呀，很开心啊，今年没怎么说相声，那是可不是嘛啊，这特殊情况，嗯啊，但是能看见各位跟这儿坐着。戴着口罩也能看见你们各位乐，哎，发自肺腑的高兴，真是这样。今年新气象，咱们还要努力。没错，我也要努力，都要努力啊！我就要像美猴王苍井空一样啊，美刚说不起个腰，行了，美猴王出几条蛇，美猴王孙悟空，美猴王孙悟空，对，哎，像孙悟空一样，对，打鸟天空啊，打尿天空，打什么？大闹天空，大闹天空，对，带妖怪。拉老孙一炕，嘟，好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来吧，我们依次再介绍一下我们演员，从这边开始，头一个我徒弟啊，看见了吗？岳云鹏。这个岳云鹏跟孔云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，是。刚才孔云龙说的对，确实炸酱面馆一个端面的一个门童，哎，那都是真的啊，干过门童，那错不了，嗯。他们俩门口有夏利是等您的吗？啊，这话，哎，旁边这个呢，这是我儿子啊，郭麒麟。哎，郭麒麟是我大儿子，旁边那胖子呀，他是哦，不是二的啊，哎，孙越，孙越瘦了啊，瘦了一克拉，戒指丢了。旁边那是高老板啊。高峰，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这是郭麒麟的捧哏，我徒弟，说书里边的佼佼者啊，壮壮，燕鹤翔。再介绍一下孔云龙，这都认识了，我徒弟啊，孟鹤堂，周九良。主持人是少侯爷侯震，小妹儿，过来给大伙儿唱两句吧。我蓝蓝的天上飞老鹰，我在草原望北京。所以说，有一个好身体非常重要，它会影响智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唱一个什么？唱一来一个《刘伶醉酒》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呀、啊，啊。评戏啊，嗯，我是不会唱了，现在啊，嗯，来了刘伶，好酒的雁南啊。
谗臣当道，兵马大乱，读书人逢乱世，有口难言，我只得在罪中逃灾避难，哪怕人耻笑我狂傲疯癫。好，谢谢。周九良，哎，师傅，过来。你看，好多小姑娘都喜欢听你啊！啊，唱一什么？我蓝蓝的天上飞，老冷，我在东北瞭望北京，谢谢。这是我们这儿的二人转交换生啊！这歌火了，这歌说的是呢啊！这个郭麒麟，来，来来，儿子，来，没事，来。我们大少啊，哎，别别，您别，好意思，什么作品？我主要我要这样，我给大伙表演一个撕名牌，谢谢各位。太带劲了，那太开心了啊！岳云鹏，快来，嗯，喂。时间不早了，各位，十二点多了啊！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新年快乐！嗨。哎呀，有限的时间让他唱这么一破玩意儿，真是啊！还有人要来吗？严大壮、包老板、孙小胖，啊，侯爷表演个吃东西吗？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我上了伯龙马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前出美酒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我们的跨年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